在现在的国内汽车市场，如果说哪种车型卖得最好的话，我想大家稍微了解的都知道，肯定是 SUV。 那么在高端的 SUV 市场当中，路虎这个品牌大家都不陌生吧。作为很早就进入国内市场的汽车品牌，路虎多年来已经在国内市场凝聚了一群基数很大的粉丝群，在高端车市场也是运营的风生水起，也让一些国产自主品牌竞相模仿。在国产 SUV 中，要说谁模仿路虎最像的话，肯定是陆风了。但是还有一家公司也在模仿路虎，它就是广汽吉奥。可能大家都没怎么听过这个品牌吧？广汽吉奥是广汽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。这家公司在2015年推出了旗下最新的 SUV 车 GX6，也就是后来混得最惨的国产 SUV。据说这款车刚上市第一个月就只卖出了15辆，在后来的时间里边，这款车的销量一直不理想，所以在一年后，这款车就宣布停产了。这款 GX6 外观方面采用了路虎揽胜极光系列的外观设计，同样采用了 SUV 流行的溜背式车尾设计，在使用了路虎设计方案的同时，并对一些细节做出了调整，并没有使用流行的 LED 大灯光源，蓝色的车身和白色的车顶设计还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里面。虽然配件较弱，但它的大尺寸的车身应该还是能同同级车竞争一下的。在动力方面， GX6 使用了 2.4 排量的 4G69SN 发动机和 2.4T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两个版本。汽油发动机版本说起来确实非常的低端，柴油版还是不错。如果这款车再上市，你们会选择购买它吗？